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05面，605最后一行。纯净文火，纯为纯也，好也，净清洁也。纯净指内心之清湛利口，温者良也，善也，和也。和者平和，温和指仪态之温良和美。我们念到这里啊，前面我们读到即法鼓，见法床，这几句经文非常重要，我们今天生在乱世，整个世界社会动乱不安啊，地球许许多多的灾变啊，我们在这个几个月看到很多，无论是哪个国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对这些事情都非常忧心，都在想如何应对啊，如何能够消灾免难。让我们看到经上这六个字，即法鼓，见法床，真的就能应对，就能达到我们理想当中的目标。即法鼓是什么意思呢？讲经教学，这是讲法鼓啊。所以古时候包括日本，我这次到日本去讲经，日本法师告诉我，他400年前日本的寺院老和尚都讲经啊，还有古人的遗风啊。那么在中国150年前寺院都有法师讲经啊，虽然呢金灿佛寺兴旺起来了，但是讲经教学啊还在啊，还是常常有。只是到最近150年金灿兴旺了，讲经说法衰没了，没人讲了啊。那么从前的社会为什么那么好？讲经的人多，听经的人多，心地安定啊。儒呢，儒到处有私塾，有书院，规模大的是书院，小的是私塾啊。这些读书人在讲私塾五经啊，所以学习的机会多，很普遍呐、啊。社会安定，灾难不行啊。因为灾难，现在我们很清楚地明白了，科学家要告诉我们了，灾难从哪里来的？是我们心不善心行所感，不是别的，
心行要端正，心地要善良，像此地讲的纯净温和，怎么会有灾难呢？不可能啊！怎么会有动乱呢？也不可能啊！由此可知，中国千万年前老祖宗教导我们：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讲经教学是激发苦，办书院、办私塾，这个建寺院，这就是讲法传。那这是法传学习的中心，学习的场所。激发苦偏重在老师教学，建法传偏重在硬体设施。那么今天激发苦建法场不必在寺院了，寺院几个人听一两百个人就不得了了。这是我们过去经历过的，我初学佛讲经听众三五十个人到以后景美图书馆成立了，听众大概两百多人吧，不到三百。现在这个建法场应该是卫星电视、网络电视，网络电视的成本低呀，效果跟卫星电视差不多全世界都能够收看到。现在要建这个法场那么建法鼓呢，我们要培养老师，要有人讲有少数人真修讲得真好天天在表演，天天在讲学，全世界人都看到，那这个效果太大了我据我们的估计我们也是有根据的，如果真的要有传统文化这个电视节目有各个宗教讲经的这些节目任何时间都能收看得到，我相信地球上这个社会动乱的社会应该在一年的时间可以化解，三年可以恢复正常安定和谐，不是做不到啊！激发鼓建法场就见到了，就可以做到了。效果呢，就是人人都能做到纯净温和。纯好啊！我们中国人讲老实啊，纯是老实啊。老实是一切安稳和谐最重要的一个基础人要学老实，老实的反面是刁滑我们要回归到老实，老实是心得谁不喜欢老实？谁不愿意老实？本来是老实，现在学坏了，变得不老实了那么教学是帮助我们回归到老实。静，清静。注解里面讲清静。纯净呢是内心的清湛利垢。沾也是清洁像水一样没有污染没有动荡水是干净的是不动的像一面镜子一样，外面境界照得清清楚楚
啊，良，善良，内心清净，善良，和谐，这是指外面的仪表，就是说，清净心、真诚老实的心表现在外面，是温和的。啊，孔老夫子，学生，大家观察老师，肯定老师有五种德，他表现在外面，温良恭俭让，啊，肯定孔夫子，第一个是温和。对待任何人，他的态度、言语和蔼可亲呐、啊。啊，每一个人都喜欢接近他。啊，这是他的修养啊，内心的清湛、利垢，表现在外面，自自然然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温和，仪态之温良。夫子除温良之外，啊，良善良，啊，恭恭敬，对人恭敬，对事认真负责。这都是从恭敬里头来的啊，节俭美德的不浪费也啊，让礼让，不跟人家争啊，别人要争，夫子就让，让比争好啊。那让我们不就是很大的损失吗？不是，这个道理只有大圣大贤知道，佛菩萨知道，越让越多。为什么呢？你让别人服你啊，别人愿意亲附你。附近这些小国家啊，都依靠你啊，都愿意受你的保护。为什么？你靠得住啊，跟你往来大家放心，你不争啊。你看看中国唐朝的版图很大，你看唐朝时候疆域啊，西面包括现在几乎到伊朗啊，俄罗斯靠近中国这边全都是中国的附庸国，不是靠武力啊，靠中国帝王的德行啊，那是唐太宗的时代 啊他那个东西从哪来的？群书之要里头学来的啊，他们最大的好处，学了马上就落实，他就用上了。啊，所以那种亲和的力量太大了，把敌人都看成亲人，化冤为亲，真变成亲人。真的相亲相爱了啊，化敌为友啊，感化敌人变成最好的朋友啊，这是外交里头最重要的两句话了啊。跟外面交涉往来一定要能够用德行感召
啊，化敌为友，化怨为亲。啊，不需要用武力，不需要用手段，要用真诚心。啊，所以夫子这个无德，是中国人多数，大家共同承认，也是大家必须要学习的。啊，学温良恭俭让，啊，这以后变成是君子之风啊。那君子的标准是什么？就这五个字。啊，做到这五个字，君子。啊，比这个更高的是圣贤。即定明察，即定是清净，身心清净，明察是智慧，有定才有慧。越是做大事情的人，心越要定。啊，为什么呢？他一个决策，影响的面太大了，影响的时间太长了。如果这个决定错误，受害的不晓得多少人。啊，所以中国大人物，啊，国家最高的领袖，需要什么？需要定。需要清净，啊，不能去扰乱他。他看事情不要看太认真，啊，听东西也别听太清楚，只是抓到纲领就行了。啊，细琐碎的这些细则，下面人做的，所以君王。有权呐、啊，大臣有能呐、啊，大臣要办事。那些细则的事是他们的事情，君王不要。那君王的权任命大臣，他能够选贤与能。国家这些大臣办事情，个个都有能力，个个都有才华，这国家治理得很好。上面皇上垂拱而治，没事，每天没事干。啊，把它缩小，一个家里的家长要清净，跟国王一样；一个公司的老板要清净。啊，你这公司会兴旺。啊，授权给下面，办事是下头人。啊，他要能办事。啊，一直掌握的权力就行了。这是个总原则、总纲领啊！啊，所以领导人一定要急、要定、要明察。明是智慧，啊，急定者，社稷之理体；明察者，智慧之招用也。啊，明是智慧，察是照用。如果用佛法来讲呢，明是根本智，察是后的智。啊，明是照见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呐。啊，可是。明察是从极定来的，所以心不极定，智慧就没有了。心如果要乱，事情如果要烦，他生烦恼不生智慧，烦恼来决定政策，很少不出乱子的。中国这套学问呢，妙绝了。
外国人没有啊。啊，外国人的确很少。我们在二次大战只看到艾森豪，欧洲战区的总司令。啊，盟军的总司令，指挥欧洲十几个国家的军队，啊，把轴心国打败了。我听人家说，艾森豪天天都打高尔夫球，若无其事。他有病，那别人问他：“你每天处理这些事情那么多，你还有心思在玩吗？”他说：“我没事情，我只指挥四个人，陆海空联勤四个总司令，我只管四个人，别的都不管，不闻不问的，那些事情他们管的嘛。”啊，管四个人好管呢，所以每天空闲的时间很多啊，啊，很冷静，决策就不会错误。我们看到《资治通鉴》里面有一篇文章，司马光写的《淝水之战》，很有名的这篇文章，我们以前学校念书，过文里头都选这篇文章。那是写什么？写谢安，晋国的谢安。谢安他是晋国的军队只有24万，苻坚的军队有70-80万。啊，晋朝那时候人没有不慌张啊，从上到下了，这个宰相沉得住气，若无其事，还跟朋友下棋。啊，有定，他才有智慧，对敌人状况完全了解，啊，双方情况了解，啊，统帅晋国军队的是他几个子侄晚辈，啊，教他们说怎样去应付敌人，那一仗打赢了。啊，苻坚也在败后的时候被他部下杀掉了，也篡位了。啊，80多万军队的时候就瓦解掉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呐。你这个头要一乱，整个就慌了，那就真的失败了。啊，头不乱，有定功。他不会失败。啊，即定明察，治家不能少他，公司老板要学他，国家领导人更要学他。啊，宗经录曰：“以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这个一心为宗啊。就是即定，照万法如镜，就是明察。佛在经上讲了多少次啊？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啊，我们把心放在一个地方，放在一处，生智慧，什么事情都能解决。啊，如果心要放在很多琐碎事情，乱了，那怎么行啊？公司有许多部门，每个部门有总经理，
就像宰下底下部长一样，每一个部门有每一个部门总经理去策划啊，总经理像宰相一样，他要一心不乱。他要有明察啊，这个公司才能经营得好啊。啊，他是面面都过到啊。治家、治国、管理公司，一个道理。所以在中国古时候都常说，会治家就会治国，因为中国古时候家是大家庭，五代同堂啊。啊，中国有讲六亲，六亲有一种说法，上三代下三代啊，上面三代呢，父母、祖父母、曾祖父，上三代。下三代呢，儿女、孙、孙女、重孙女，啊，这叫六祖啊。很有道理。啊，智星一出，今天用在科学上，科学的极光就是智星，智光一出。光是散乱的，它是往四面照的，你把它收集起来，照一个方向，那个力量多大啊！光分散了，一张纸它都透不过，都把它遮住了。如果把它集成一处，一条极光，钢板都能穿透。这就是佛在经上讲的智心一处无私不乱，所以不要以为哦，我什么都不管了，我就把心收在一处什么都不知道，错了，那个力量太大了。智心一处就是直身智慧，决定不生烦恼，一心不乱。啊，我们念佛的人要把这个功夫学成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不是在凡圣同居土啊，至少它是方便有余土，功夫稍微好一点高一点的，那肯定是十宝土啊。也就是说明凡圣同居土是散乱心去往生的啊，不是一心不乱啊，是一心不乱，方便有余土，理一心不乱，时报转缘土啊，一心太重要了啊。中国自古以来学东西，学一心。啊，老师教学生，老师有智慧啊，哪一个学生可以栽培将来能够负重大责任啊？还有一些品质稍素质差一点的普通的，那就可以放松。为什么他学不成功？真正有天分，素质好的啊，有孝心，有敬心啊，孝顺父母，尊重师长，这个人会有成就啊。那一定要帮他什么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一门深入，老师每天督促他的，那是戒律规矩，
不依规矩，不成方圆。守规矩，一门，至心一处，教你一部书，教你们先教你背。背书啊，是修戒定慧，目的在此地。守老师的规矩嘛，这就持戒嘛。读一本书，从头到尾把它念，变成修定。因为你要打妄想，你背不出来了。所以背书是修定啊。这个定叫根本智啊。这个定得到之后呢，其用处它触类旁通，智慧就升起来了。所以这个智慧的时候，我们只能讲明啊，起作用的时候察了，从小训练。这一部书通通会背了，再换一部，还是叫你都背。为什么呢？你没有大彻大悟啊，你这个背诵不能终止啊。到什么时候再终止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不要再背了。所以背书是一种手段，修定的手段，开智慧的枢纽。现在人很多人反对小朋友背书，背这个干什么？有什么用处啊？他不知道，古人背书是修定，用背书做个手段，有好处。为什么呢？书都记熟了，都记熟了，这是附带的，它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叫你得定，叫你不要胡思乱想。清净心生智慧，这是真正的目标。古人用心比现在人细呀，比人观察比现在人周到。这些你看现在都疏忽了，不解释清楚，不知道古人的智慧，不知道古人的观察，微迷观照啊，这古人呐，是即定如静之体，明察如静之用。这个静字就代表智慧。静之体根本之，静其作用是厚德之，照见了，寥寥分明，秋毫不爽，故曰明察。就看透了。即定明察，就是即而常照也。纯粹是智慧的作用。为大道士，这要发愿的。大道士是什么？在佛法里面讲，佛为大道士。一般人不能成道士啊。导师的能力是能够帮助众生了生死出三界，才算是导师。你引导他脱离六道轮回，引导他脱离十法界，这样的人才称大导师。所以大导师是对佛的尊称，对等觉菩萨的尊称。底下说，能如普贤大师、摄大愿王道归极乐，以最极圆顿之法普利九界众生呢，故云大道士。普贤等觉菩萨了，
故佛再来啊。啊，他有智慧，他有德能。啊，以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啊，帮助大众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真有吗？普贤菩萨真有吗？啊，有人告诉我，某某人是普贤菩萨才来，某某人是观世音菩萨才来。我们相信不相信？学习过大乘的人相信。啊，为什么相信？佛说得很清楚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那谁不是佛菩萨在呢？个个都是，这有什么稀奇啊？啊，你今天一心学普门品，你就是观音菩萨再来。你今天一心学普贤行愿品，你就是普贤菩萨再来。学地藏经就是地藏菩萨再来。学无量寿经，你就是阿弥陀佛再来。不就这么回事情吗？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你在学校就读文学，啊，你说。虽然还是在学生，你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啊，可是你朝这条路走了，你是文学院的学生啊，啊，只要你努力，你一定会拿到学位啊。啊，你是哪一个科系的？把这个科系名字关给你，就像菩萨这个法门一样，学地藏法门。地藏观给你，你是地藏法门的学生。你学普贤法门，你是普贤法门的学生，就这么意思，很普通啊，没有奇怪呀、啊。都被人胡思乱想，想变成奇怪了。啊，那么每一个这科系，菩萨的级别，有小学，有初中。有高中，有大学，有研究所，你是哪个级别的？小学一年级就一点都不稀奇了。啊，普贤菩萨有小学一年级的，那跟我们差不多，嗯，高不了太多。啊，菩萨五十一个年级，分为五个大的级别。实行好比是小学，实住好比是初中，实行高中，实会向大学，实地研究所，等觉博士班，不就这样的吗？你是哪个等级的？你开始学的，啊，你学普贤菩萨，实行为初行那一年级，小学一年级，啊，二行为小学二年级。你是哪一个学籍，这不就清清楚楚的？所以这个不稀奇。所以现在一般人对佛法了解的少，不读经不知道。哦，听说某人是某菩萨再来的，好就觉得不得了了。不是的，啊，某他是学某个科的，还要看他是第几级的。啊，那小学这十个年非常平常，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可以观赏。啊，我们学无量寿经，这学阿弥陀佛的，
我们是几年级的阿弥陀佛？小学一年级的阿弥陀佛。再来的，不就这个意思吗？所以你搞清楚、搞明白，一点都不稀奇。真正有神通、有作用，那就不是一年级了。应该是什么呢？六七年级以上。他就有超越普通人的能力，无论是在智慧，是在德能上讲，都比一般人要强。别看他是小学，他那个小学素质很高。所以普贤菩萨，此地讲的普贤菩萨，是华严经上的等觉普贤菩萨。这个普贤菩萨，他是波斯班的。他有能力用十大愿望，十大愿望是华严经修学的总纲领。总原则。于是华严会上的菩萨修什么，我们知道了。第一个离境。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沉浸的。一分沉浸得一分离。十分沉浸得十分离。百分沉浸得百分利益，万分沉浸得圆满利益。你有几分沉浸心？如果我们以菩萨等级来说，是信为菩萨沉浸。摄住菩萨，那就十分沉浸。摄行菩萨就百分沉浸。摄回向菩萨千分沉浸。摄地菩萨万分沉浸。的利益，像印光法师讲的不一样。十分沉浸的十分利益，百分沉浸的百分利益，千分沉浸的千分利益，万分沉浸的万分利益，一点都不错。我们要没有沉浸心，什么都得不到。沉浸心从哪里修啊？从父母。你对父母都不沉浸，我对老师沉浸，骗人。假的，不是真的。所以佛法还要看你的起点。起点三业净福第一句，孝养父母。对父母都不诚不敬，对别人肯定有企图，不是真心。佛法观察入微也。观察细密也，要求严格。孝敬父母，奉师师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共同要求。这个根基，不是这个根基，你不能成就。你在儒
不能成为圣贤，连君子恐怕都做不到。那在佛不能成为佛菩萨，决定做不到。沉静多么重要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咎了，这十大愿望的时候也有高下不一样。十地菩萨有十地菩萨的十大愿望，十住菩萨有十住菩萨的这个十愿的讲法，实性有实性的讲法，越往下讲的越浅，越往上面讲的越深越微细，都是这十门功课。我们初学也学这十门功课，头一个学理解。那么所有的菩萨阿罗汉都学理尽，那些人学的理尽跟普贤的理尽有什么不同？在形式上看没有两样，你看不出来，从心地上看呢，那就差别很大。普贤，地上普贤菩萨，那个心量，《华严经》上说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所以，他是万分沉静啊，得万分利益了。他那个沉静心，不但对诸佛菩萨、对父母、对长辈，乃至对蚊虫蚂蚁、对花草树木、对山河大地、对一滴水、一粒微尘，都像对佛菩萨一样，绝对没有两样。真诚恭敬到极处啊！所以他得万分利益了。我们初学在我们这人道对我们讲人是最小的了。佛菩萨圆觉声闻诸天再到人，人是最低的，好像小学。对人叫我们离境祝福，只要对人做到离境就可以。没有讲到对畜生，没有讲到对植物，没有讲到对矿物，所以往上面去，矿物都包括在里头。这就是范围大小不一样，恭敬心的程度不相同，一定是先从轻做起，人。从小天性嘛，性德嘛，子女对父母的恭敬，慢慢长大了，对家里面的长辈恭敬，对这个祖父母、曾祖父，对自己叔叔伯伯，跟父母同辈分。年岁比你长的是兄弟的长辈，大哥的尊敬，这是我们现前学十大愿望离境诸佛的一个范围。越往上去呢，心量就越大，包括的对象就越多。
到等觉菩萨，那个心量是遍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通通包括在里头，叫大圆满了。离境如是，赞叹也如是。可是赞叹里面就有限制，离境没有限制。赞叹限制是与性德相应的赞叹，与性德不相应的不赞叹，也就是说，善言善行赞叹，恶言恶行恶行为不赞叹。我们中国古人讲的引恶扬善，就这个意思。离境呢，不分善恶，善人离境，恶人也离境。这个没有分别。只是一味的恭敬待人。善人欢喜，更加勉励，恶人也对他恭敬，慢慢会感化他。他做错事情，没人说他。菩萨决定不说人过失，也不把别人过失放在心上，放在心上你心里就难受啊，何必把人家的啰嗦放在自己的良心里头，自己的良心变成别人的啰嗦桶，这个才是冤枉了。这是你自己找的，不是别人教你的。所以我们的良心决定不收集别人的啰嗦。别人的善言善行我们要记住，别人做错事情决定不要去理会他，决定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你就错了。心里头没有，口里头怎么会有？就不会说别人过失，这叫积德了。这两个都叫你用心。普贤第三愿，是广修供养。好啊。我们现在知道，每个人命里面的财富、智慧、德相，德是功德，相是相好，都是自信里头本来去做的，不是外头来的。可是迷失自信的时候，没有明心见性，自信里面东西拿不到，你享受不到。虽然有啊，好像封存了在那边，那就要靠修德。我修一点才能得到一点，可是会修的人，他的修德跟性德了，可以通达，用自己的修德把自己性德里面的东西也引出来了，高明啊。那性德里面的智慧财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华严经上佛教给我们这个广修供养，就有这个意思。供养跟布施是一样的，事实上讲一样的，用心不一样。用恭敬心叫供养，凭普通的一般心就叫布施。所以布施多半是得福报，但是供养的时候有功德。为什么？你是真诚心，它跟功德相应。
啊，那么财供养的财富，会把自信里面的财富引出来。发供养的智慧，也能引发自信智慧。无为供养的健康长寿，能把性德里面的相好引出来。怎样才能引出来？真心。啊，带着一点妄心就引不出来。什么是真心呢？完全是利他，不要自利。啊，自利决定是妄心。啊，你看佛教的入门，啊，小乘须陀洹，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头一个要放下的、要破的，就是身见。啊，《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谁做到了？须陀洹做到了。啊，初信位的菩萨做到了，那入门头一个条件呢？所以佛的门槛很高啊！我这么多年教同学，我教16个字。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我讲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把这16字做到了，有没有入学啊？没有。入学是小学一年级，我们还没入学，我们在幼稚园。我们知道佛的小学的门口没进去，进去我这个条件不行，进去要用佛的条件，那就是《金刚经》破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就入门了，就进去了，啊！所以我只带大家到门口啊，没进门。啊，那进门是你自己的事情了。啊，必须先把这16字做到，你才能真正放下五种见惑，你才能入门。啊，所以这个，我这16个字叫入门的前方便。啊，好像学校先修班。这很重要，如果这个16个字你是做不到的，你永远不能入门。换一句话说，84000法门，你修学任何一个法门，你都不会有成就。这个不能不知道啊。那怎么办呢？如果你有心遇到净土，还行。净土呢？待业往生，生凡圣同居土，要晓得一入门就不是凡圣同居土了。哎，就是小乘初果，大乘初信，这都是一年级，大乘小学一年级，入了一年级了，就不是凡人了，圣人。小小圣，我给他起名小小圣，小小圣很可贵呀、啊，他不是凡夫 啊，他往后啊，只有往上提升，不会往下堕落。而且他在六道里头有期限，天上人间7次往返就超越六道了，他不要到第8次。肯定超越啊，在六道里面7次往返，天上人间，他决定不到三恶道，都得到保证了。啊，所以佛教大学、佛教小学、啊，佛教中学。
学学的标准很高啊，不是普通考试，哎呀，考试及格就行了，不是啊。他的标准是德行，他的标准是真的放下，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还得要认真努力去学习。那么知道供养、修复啊，欢喜修复，有这个力量，赶快去做。而修复当中，我们看诸佛菩萨，他把哪一样排在第一？几乎，诸佛菩萨都是一个宗旨，一个原则，把觉悟众生摆在第一。怎样帮助众生觉悟？为什么？众生觉悟了，就离苦得乐了。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来的。你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清楚，凭自己想象，往往想错了，就带来了苦难。你要是觉悟了，你思想纯正，见解清晰，言行沉静，怎么会做错事情？哪里会有苦呢？所以离苦得乐的方法就是破迷开悟。佛菩萨用什么手段呢？教学。佛菩萨不做国王，佛菩萨不从事其他的行业，专门教学。诸佛菩萨个个如是啊，所以他们所干的老师都干这一行啊，而且都是职业老师，还是义务老师，不要供养的，不收学费的啊，乐此不疲。他们把这个排在第一。印光大师他老人家在世，因为他的乡音很重，他山西人，住在南方，你听不懂他的话，所以讲经你听不懂啊，发言就不舒顺了，所以老人家就不讲经了，你听不懂吗？用什么方法？用文字，用文字来弘法。你看他的著作一文文抄啊，那就是他的讲义啊，他用文字啊，而且设方的供养全部印经啊，不干别的事情啊，有地方有什么旱灾水灾了，他在印经款项里头拨一点钱去救灾。我看到印光大师这一些教诲，我这一生就学他，所有人对我的供养我认输啊，没想到啊，做梦都想不到啊，年轻时候那么辛苦，一块钱都很困难啊，你看这几年我们大藏经差不多快到10000套了啊，现在好像已经到了7000多，大概也是7000多套的样子啊，快到10000套了啊，没想到四库全书
前年商务印书馆筹划重印四库全书，我给他订了100套，这一天怎么敢想啊？世界书局印的四库会要，他们的总经理把这个事情告诉我，我马上给他订了200套，200套会要，100套全书，美金就1000多万了。这些钱是十方供养来的，我就用这个全部都花掉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当时这2套书我得到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东西是可以保存，谁去看呢？如果将来没有人能看，这不等于废纸，那不管用啊。所以很早很早的，大概是20多年前，我就想到把这些宝贝啊，里面重要的精华的，现前社会用得上的，把它揭露出来，变成一本，对不对？这就是制药嘛。唐太宗就搞这个吧。但唐太宗偏重政治。全书之要是政治的。我们做学问，就四库里头用这个方法抄出来做学问，中国传统的学问。做了，我弟弟帮助我在上海找了几位退休的老教授，我们也给他一点报酬，大概花了5-6万块钱人民币。做出来了，东西交给我了，看不实用，不理想，所以就放在一边。这是什么？这个就看出文化造诣的水平不相同啊。古人比我们高明太多了。我这个想法没想到。古人想到了，在我之前，我还没出世，他们就干了。我看到他的序文，他们做了8年的时间，做出来了，经史自己里面的精华选出来，叫过学之要。他们那个序文里头说得很清楚，为什么用之要呢？就是唐太宗全书之要，都是。从他那里引发的这个构想，就是把书里的好东西记录下来，变成8册，四库全书现在精装一共1500册，1500册变成8册，这就有办法了。所以我说这部书是四库全书的钥匙。我不知道有这部书，我是找全书之要，在讲经的时候提出来，就有同学听到了，他们替我找，居然找到2部送给我。这个我不知道的时候，他也送了一套给我，告诉我可能呢，这个书大概全国就剩这一套了，可能没第二套了。书拿着很旧，民国初年的吧，很旧，但是很好，难得的什么字都没有缺，字都很完整。我赶快找世界书局，找他老板来，给我印1万套，全书之要1万套，过学之要1万套。现在一些年轻老师我都送给他们，将来有人读了，我们传统文化不会失传，有这么一套宝贝。
我看他的序文，他这部书写完成之后，真正做完了八年完成了。丁卯年，我出生的那一年，在我出生之前八年，他们搞成功。那个时候的一些专家学者、老教授们，剩了这一本，我得到了，我把版权都交给世界书局了。我不保存那个书，世界书局保存，好好流通，把价钱定得最低，不要赚钱，要爱护中国传统文化，要方便呢年轻的学生，他没有钱买书就送给他，这老板都能做得到。真正清寒学生想得这个书，没有钱送给他。所以这是广修供养呢，会做功德。全都在文化，全都在教育。再找不到这一样东西能够超过的，解决社会上一切问题，个人问题、家庭问题，社会、国家乃至于整个世界问题，在佛法讲，变法界、虚空界，通通是教学。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好在哪里？好在是阿弥陀佛天天讲经教学。没有一天空过，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听经闻法不会中断。你说我讲堂坐得太累了，出去玩玩、散散步，树木花草、小鸟都给你讲经说法，这不中断吗？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中断。你都看到像我们看电视一样的，你看到阿弥陀佛的形象，讲堂的形象，也听到他的声音，所以那是个大学校啊，是非常完美啊。我们今天讲现代化，那是科学发展到极处的讲堂啊，设施啊，我们这个六十年学习知道，佛经不但是最高的哲学，也是最高的科学。因为科学跟哲学到现在不能解决的问题，佛经上有。他们如果要科学家真正要知道佛经有这么多好处的话，他来学，我们相信他就成佛了。他就最后这一关，只要把起心动念放下，就成佛了。在佛法达到最高的学位，最高的学位叫佛陀。像我们现在大学里叫博士。佛教的最高学位佛陀。所以要懂得修福。广修供养真的修福报。有福报还得有智慧。要想求得智慧，真正智慧，先把障碍除掉。我们为什么求不到智慧？因为有障碍。障碍是什么？业障。所以接着忏除业障。忏悔业障。业障消除了，智慧就现前。这是普贤菩萨用什么方法把我们导归极乐？这方法太妙了。
真正发心忏悔啊。什么叫真忏悔？张家大师告诉我，后不再造叫真忏悔。如果忏悔了，你还后面又还再造，那就不是的了。啊，老师告诉我，忏悔形式不重要，实质啊，真回头啊，真不干了。啊，从内心不再有一个妄念了，这里是真忏悔。妄念没有，当然你没有恶业，也不会没有恶的行为。啊，回归心德。啊，中国老祖宗教给我们。五伦真做到了，五常仁义礼智信做到了，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孝悌忠信仁爱和平，你只把这些做到，真做到啊，然后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很容易，自然就不会违反了。那么我们学习世间法，取得圣贤君子，佛法取得佛菩萨这些地位，就有可能啊，有指望啊，不是做不到。啊，人人都能做到，为什么我们不做？啊，而且大乘佛法中心的目标就是要成佛。成佛什么？成就自己究竟圆满的智慧德能。是为这个成佛，在这个世间难，要换一个环境，到极乐世界去啊，清净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成佛，成佛之后到十方世界去教化众生这一桩事情，你越想越好，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真的大自在啊，没有一毫的拘束，没有一丝毫的障碍啊！在这个世间我们学习，处处都有障碍，对于障碍我的那些人，我感恩呐，这感什么恩呢？他催着我赶快到极乐世界去。啊，你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早点去？赶快去！我感恩他们，他们在逼我，他们在催我，要我赶快去，那我就真想赶快去啊！啊，所以。你永远没有一个冤家，永远没有一个怀恨的人，没有啊，人人都是我的恩人啊，正面帮助我，反面帮助我啊，这逆增上缘，他通通帮助我，都在帮助我提升，我怎么会不高兴啊？怎么能不感恩？啊，那他们有没有因果责任？有。他如果真的是恶意，他不跟我结罪，啊，他跟我没罪，
那为什么呢？我感恩他，他怎么会有罪呢？他的戒罪在众生，在佛法，他把佛弘扬佛法障碍住了，让很多众生没有机会再闻正法，他从这里戒罪。啊，所以对我有利，对他自己本身不利。啊，那我们将自己修学功德回向给他，他纵然在恶道啊，他受罪会减轻。啊，这我们帮助他。啊，我们报他的恩呐。啊，是因为他帮助我们提升。啊，所以业障铲除之后，跟智慧越来越接近亲近了。啊，修随喜功德。啊，随喜，我们先讲随缘，业障消除才能随缘，随缘里都成就功德。啊，善缘，不起贪念，啊，不会引起我们自私自利，不会引起我们的名闻利养，这叫功德。如果这个东西引诱我们，我们这个念头一生，那完了。你说是魔是佛，在自己心里头，外头没有。如果你起了贪念了，啊，起了自私自利了，那外面是魔，这个境界是魔界，你上当了。如果外面境界是逆境，啊，是压迫你的，是伤害你的，啊，你没有怨恨心，啊，证明你功夫不错。没有怨恨，你向上提升。啊，他干的他堕落。啊，所以顺逆境顺境呢，都是用平等心，都是用温良的态度。成就自己，提升自己，这个幅度快。啊，我们在现前就有这个机会来锻炼了，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永远存着感恩。啊，顺境逆境一样感恩，善缘恶缘也一样感恩，这提升自己啊，自己一天到晚要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呐。啊，像弥勒菩萨一样啊！你说多自在，你说多快乐啊！这个就是方东美先生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人生最高的享受，不是财富，不是地位，与那个不相干，善恶境界都不善。啊，顺逆都不动心，这才是最高的享受。这是我们学习的，有这样的享受了，那要学佛了。啊，这种人学佛快啊！啊，请转法轮，请佛主持。你看，道善恶两边，这个人有福了，大福报啊！啊。这人生最高的享受就是享福啊，佛要会啊，佛报有了要求智慧，智慧到呢，智慧要向佛学啊，所以要勤转法轮，勤转法轮是勤佛讲经啊，勤佛住世是勤佛在这一个地方建法床，不要离开啊，长期在这里教学，那请佛主持。
啊，勤转法轮通常都是讲一部经，啊，大经两三年讲圆满，啊，普通一般经多半是一两个月就讲完了。啊，像华严经，我们这样讲法要讲一年，一天四个小时，啊，大概一年。1200个小时可以讲完，这在注意你。啊，我们现在快到1000小时了。啊，这个十愿后面三个是回向，真正的愿就是七条，前面七个，后面三个回向。回向自己的愿心啊，回向菩提，这就是我的努力修学。我为什么？我希望得到什么？得到智慧，菩提智慧啊！不为升官，不为发财，只求开智慧。啊，第二个回向呢？回向众生。希望众生每一个人都能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啊，都能够有缘分闻到圣贤的教诲啊，对众生啊。最后一个回向是回向实际啊，这是哲学里面讲的本体，一切归功于自信，信德的大圆满回归自信，就是最后回向，就是回向自信啊，回向实际，实际就是自信。啊，可见他不为别的。啊，我们今天这一部经开讲以来，我们的回向是回向地球上所有一切苦难众生，啊，包括山河大地。啊，你看我每一次讲经完了之后，在讲台上做回向。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听经闻法，都能够开悟，都能够回头，不再造恶业了。啊，从今之后断恶修善，改邪归正。啊，将我们自己的心住在伦理。道德因果，最后教我们住在阿弥陀佛啊，向往着西方极乐世界啊，十大愿望祷告极乐。你看，以最极圆顿之法，这一句话说得好啊，再没有比这个圆满。真是快速圆满，快速达到极处的这个方法，就是念佛求生净土。所以真念佛人一定要记住，我每天心里都是佛号多还是杂念多，如果我的妄想杂念超过佛号，你就得拉警报了，这不是好信息。我今天这一天呢，我心里佛号多，妄念少，好消息，好信息。你能不能在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不靠人助念？
我往生的时候清清楚楚，不害病，站着走，坐着走，什么功夫啊？说穿了，就是我这句话。你这一天当中，是佛号多，是妄念多？佛号胜过妄念，你就做到了，不难做啊。我们这一生当中看到好多过啊。那都是好例子，好榜样啊！你亲自看到，你能不相信吗？地仙老和尚、锅炉匠那个徒弟，你看看，念佛三年站着往生，往生之后还站了三天，等老和尚替他办后事，死了站三天呢。香港同修大家都知道，这是以前地仙老和尚的学生谭师常常讲的。常怀法师谭师的学生，我早年40多年前在佛光山教书，佛光山有个工人告诉我，他们的乡下将军乡，距离佛光山不远，将军乡有个老太太念佛三年站着往生，怎么有生病啊？欲知实质啊，我在美国旧金山，甘老太太告诉我，她有个朋友，也是个老太太，儿子媳妇都在美国，儿子在美国念书，以后在那边结婚，生了小孩了，把老母亲找去带小孩，夫妻两个工作了。那个环境清净，一天到晚没事情做，念佛。念了几年，走的时候坐着走的，没告诉家人，家人也不知道。只是每天早晨老太太起来烧早饭。这一天起来，老太太没烧早饭，没起来。美国老人的房间门是不锁的，怕有事情，就打开。房间一看，看老太太盘腿坐在床上，穿得还行，整整齐齐。进去一看，走了，不晓得什么时候走。老太太很厉害，写了遗嘱摆在面前，早就写好了，没告诉任何人，而且把儿子、媳妇、孙子的校服他都做好了，都摆在床边上。他们那些老朋友看到，佩服啊，真功夫啊，不要人作孽呢。什么本事？就是我刚才讲的，他每一天佛号胜过杂念。我们要想将来走的时候走得这么自在，这么潇洒，你就要记住，妄念放下，那是障碍，那是啰嗦，要把它清除掉啊！正念提起，正念就是一句佛号，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别中断。你就会有这么殊胜。你走的时候，什么时候想走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来接你。我们这看到这么多的样子，你还能不相信？
这么多样子在你面前显示，是大慈大悲呀、做出来给你看了。啊，讲给你听，你不相信啊？做出来给你看。啊，前些年，深圳的黄忠昌，多好的榜样啊！啊，他听我讲经，听说《往生传》里面所讲的，念佛3年就能往生，他试试看。他30几岁，30刚出头，年轻人啊，乡下里的护官照顾他，在官房里面每一天念一部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还不到3年，差2个月，2年10个月，欲知时至，自在往生。证明了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记载那个不是假的啊！3年往生不是你寿命到了，你寿命不要了，我功夫成就了，我要求阿弥陀佛，我现在就去，你来接引我啊！寿命不要了，可以，佛会答应你。佛很慈悲，真条件具足的时候，想什么时候去他就来啊！我们这一动念头他就知道，这为什么不干啊？如果将来我们往生了，有好多人作孽，一会来探探这，探探那，这是下下策啊！我们不希望有这种事情发生啊！那我们比锅炉匠，比如像您像老太太，可就差远了啊！真正有志气。不能落在这些人后头啊！啊，这些人都没念过书，都不认识字。啊，人家凭借的就是老实、听话、真干，就这么6个字，他就成功了。那我们自以为聪明，学的这个学的那些，到后临终的时候手忙脚乱，啊，错了。所以要干真的，不能干假的。这个方法真的，啊，最极圆灯之法，我们遇到了，一定要珍惜，一定要依教奉献，啊，不能错过。啊，所以这叫做大道师。决定能帮助众生在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调伏自他，调调和，调理调顺，调其心也。修行人要重视啊，福享福。享福是烦恼习气啊，享福即非心也啊。这个习气里的最严重的就是欲望，一定要把欲望享福啊。要知道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欲望，欲望是六道轮回，你不放下欲望，你就永远搞六道轮回。你想这一生当中脱离六道轮回，
欲望要放下，对佛法的欲望都不可以。啊，我要在佛学佛门里头广修多闻，将来做大法师，这还是欲望。将来到哪里去呢？还在六道轮回，出不去。欲望没有，只有随缘。有缘就做，没有缘就不做。没有缘，决定不要攀缘。攀缘是欲望。啊，没有欲望的人心清净的，有欲望的人心烦躁。啊，这是头一个关口。啊，欲望放下，财色名食睡都放下。啊，才真正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什么都好。啊，生死都不放在心上，还有什么放不下？这放下就是啊！啊，我感激张家大师，我跟随这个老人，头一天见面，他就教我看破放下。啊，我向他请教一个问题：大乘佛法有没有方便法门？让我们很快能够切入，他教给我，就这四个字：看破放下。啊，我通过60年的学习，完全了解了。佛法修学实际上就这两个字：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又帮助看破。啊，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啊，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到等觉菩萨把最后一品无明习气放下，才成佛了。通通是啊，啊，听经，啊，这个读经听教帮助你看破。那为什么真相了解了，你才肯放下？那你的欲望，你要不晓得欲望，你多喜欢这个，多贪呐、啊！你要知道，欲望是轮回的因，不能干。那搞这个，我就出不了六道轮回了。那我放下它，我又既有办法处理六道啊！啊，你才肯放下了，要不然你怎么肯呢？啊，谁不喜欢财色名食睡啊？那佛告诉我们，地狱五条根。啊，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有一条，你就有机会堕地狱了。要是五条通通有，肯定，这叫呢造地狱业。啊，明了就是看破。啊，明了这个东西是假的，不是真的。是有害的，不是有利的。啊，眼前好像有一点点甜头，后面太苦了，你付出的代价太严重了。啊，你能够想到后果的时候，决定不干了。啊，所以调和、调理、调顺、调起心。特别在今天这个社会，这个社会动乱，动乱的根源是什么？是人心坏了。怎样调和？怎样调理？怎样调顺？啊，如果把这些方法明白了，智慧升起来了，就有方法帮助众生，帮助社会。
啊，所以这一卷挑福，福很重要。福享福，享福是对自己讲的，不是对别人讲的。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降服自己的妄心，什么心？降服自己的贪心，降服自己的嗔恚，降服自己的愚痴，降服自己的傲慢，降服自己的怀疑，贪嗔痴慢疑。这就成功了。啊，要修养真实的道德，要求真实的智慧。啊，可是有这五样东西在捣乱，你真实智慧生不起来。啊，要想生真实智慧，这五种捣乱的东西必须把它降服住。啊，贪嗔痴慢疑把它扶住了，你的伦理道德因果智慧就会增长，肯定的。啊，你就能够学得成功。所以金刚经曰：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所问呢，正是降伏之意呀。啊，佛在经上《金刚经》上这两句话，就这个意思。这是修行，功夫能不能得力？最重要的一个关口，能不能降伏？若引申其意，则开显本性，是调自意，就是调伏。降伏非心呢，是佛自意。为大道士者，必于自心他心，心能调伏，自身入道，亦普令众生入道。自性大觉，也广令众生入于觉道，这叫大道士啊！啊，所以调是智慧，要懂得调顺自己。啊，我们初学的人讲，调顺自己的情绪。啊，情绪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好，一个恶，好像一个是喜欢，一个是讨厌的，这两个都不好，都是严重的习气。为什么呢？喜欢的长贪心，啊，讨厌的生嗔恚心，这两样东西。他给你的是带动你的贪嗔痴，是三毒的源啊！啊，贪嗔痴慢疑，是我们心里面的烦恼的因，这它有这个因素，这是与生俱来的烦恼。如果没有缘呢，它潜伏，它不起作用。啊，好恶是缘，就把它带起来了。啊，带起来它发作就造业了。啊，贪会帮助你什么？帮助你贪念清净，麻烦大了，纠缠着你出不了轮回。啊，嗔恚心的时候。引火你的怨恨
啊，引起对方的报复，将来在六道里头，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你这个人多麻烦。所以多起缘说好恶，好恶不能不小心啊，不能不谨慎啊。啊，这几乎是每个人都有的，而且常常犯。犯了自己不知道，将来果报现前，后悔莫及，太可怕了！啊，所以真正功夫在哪里？在喜乐善用。啊，就在好恶善用啊！啊，才有一念喜欢阿弥陀佛。才有一念厌恶阿弥陀佛，到阿弥陀佛这个地方就摆平了。念佛人的法门好啊，所以今天称是最极圆顿的，八万四千法没比这个方便的，这法子太好了啊！所以就是你要用得快。古人讲的话，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要快。啊，顺自己意思，喜欢的心才动阿弥陀佛，赶快阿弥陀佛，把念头打掉。啊，遇到讨厌的、不喜欢的，赶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那个不喜欢念头打掉。啊，永远保持平和中道，这就好。啊，从平和中道里生真正慈悲心。啊，慈悲心是真的爱，里面不带感情，里面是智慧。所以，慈悲是智慧的爱。凡夫讲爱里头有感情，啊，那个是六道轮回里头的，慈悲六道轮回没有。真爱啊，这大道士不容易啊！啊，必须与自心自己能调伏，自身就入道了，契入了，他才有能力帮助别人。自己觉而不迷了，才能帮助众生入于觉道啊！啊，所以底下一句说得好啊，引导群生协助爱主啊，这个爱就是欲望，爱欲，着实之主。啊，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啊，只要真的不执着，那就恭喜你。你已经得到小乘须陀洹的初见了啊，大乘就是初心位的菩萨，靠近了，真断了，你就真得了啊！没有真断的时候，很接近，这好事情，越来越接近啊，是一个爱世间人。有个着，执着，执着见思烦恼啊！现在世间人都讲爱啊，不讲爱不行啊！啊，但是这个爱里头有情啊，我们要劝导大家，这个爱是理智的，不是感情的，这就没事。
若这个爱里头有情的话，麻烦就大了。啊，佛法里头把爱后头加个住，这就提醒大家。啊，爱要不住，这就是大慈大悲。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